各位南投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丁桂珠，欢迎收看今日正月十五号礼拜五的南投新闻。草屯镇敦和里仍爱加一条巷道，因为年久失修，路面无好行。在民众的叮咛之下，县长林明进实地会勘，为着让居民有一条更加安全的道路，表示利用市区道路用户以及人本慢活整合方案计划经费，赶紧来修补。哎呀，这开支，这你开支，我咧熬袂开。敦和这个艺术的长顶来陪同之下，咱们的县长林明进采用着草屯镇真爱街一条巷道进行着实地勘查。因为年过失修，路面唔是真好行。啊，因咱只居民拢一直咧反映讲，这路面吼，诶，已经差不多二十几年啊吼，啊，这石头拢走起来吼，啊，家属讲吼，这石头位啊真济啊，徛倒歹会触电会磨吼，啊，佮有当时啊，咱个小朋友出来耍吼，啊，叫摔落吼，这石头了路高吼全空吼，啊，所以今日来看。这条巷道大约七十六公尺长，已经二十多年唔捌整修过，为是连点啊个细粒石头拢走出来。影响民众的安全，因此林前馆长表示，官府将利用着市区道路用户那个人本慢活整合方案计划经费，加速着改善的进度。这种确实有必要经过重新吼，甲抛除啊，佮做新的路面啊，因为咱建设吼，都要做到让百姓有感受到吼，啊，像这百姓上有需要做的啊，咱都要跟吼。啊，来甲百姓因的希望甲完成。你嘛无希望看到咱的巷道有遮歹路吼，啊，即次馆长专工怪吼，我嘛非常感谢馆长遮用心吼，啊，有我需要建议，伊就是来看咧吼，互咱地方啊路方面吼，出入内路外面啊，伫咱厝内底所行出来即条路拢是上清气、上好的道路吼。另外，馆长表示。其所在的丁辉路某一条巷道需要重新来整修，两项工程的经费大约是八十万，会优先来改善，提供着居民安全通行的道路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